今天给大家介绍的5559 Indian River Drive 是一套不可多得的房产，蕴含着一系列绝佳的特点，将满足您对家的一切的期望。首先，房产独一无二的拥有自己的码头，为您提供了尊贵的水上生活体验，使你可以随时畅游大自然的海洋之美。而其位于宽敞的2.2万尺土地上，地势平缓，为您创造了一个宁静而宽广的户外乐园。无论是举办家庭聚会，还是在温暖的阳光下漫步，都格外惬意。这个房屋建于1992年，总面积达到了5800尺，内部空间设计精致而宽敞，客厅、餐厅、厨房和主卧均朝南，尽情欣赏壮丽的海景，为你带来绝佳的居住体验。此外，还有一个独立入口的套房，为你提供了多样化的居住选择，也可用于创收目的。如果您热爱户外生活，那么朝南的巨大露台和美丽的绿地将是你夏日烧烤和户外娱乐的理想场所。车辆停放方面呢，拥有超过10个停车位，包括可以停4辆车的车库和平地停放 RV 的空间，满足了你的所有停车需求。房子所在的社区环境宁静宜人，四周都被郁郁葱葱绿化环绕，而且距离 Deep Cove 的 Walking Trail 只有几步之遥，你可以尽情感受大自然的美妙。此外，购物也便捷，距离超市仅需10分钟的车程，15分钟即可上1号高速，相比其他同类房产更具交通和购物的便利。房子呢，位于北温哥华，这个社区卓越的学区和丰富的社区服务而闻名，是富人云集的地方，孩子的教育资源也丰富多彩。5559 Indian River Drive 将成为您和家人的梦想之家，提供生活的一切精彩。无敌海景，特别喜欢，面朝大海，随时想钓就钓，太完美了，面靠大海啊，好，有鱼有虾，喜欢，那么多自然资源可以亲近，金矿神怡啊，非常棒，离市中心又很近，但是又很世外桃源，沿路开过来那个山景也很美，世外桃源，这个是一个内陆湾，而且还不会有太大的风，非常好，谁买谁有福气，这个房子喜欢，迷人，我直接就沉浸了，很棒啊，非常非常喜欢，这边有一个码头，可以钓鱼，可以捉螃蟹，多好，对吧？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各种海鲜，完美。